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Will 的频道。今天的话呢，邀请到了我们贡丸茶来和各位介绍他的枪支的部分。就是我下面这一把。然后这个东西只是比例尺，我只觉得它很好，还有轮胎可以装。好，这个是人车组 DOTN 系列的声波，非常锐。自动性成交是。对啊，最近的话 MB 系列有出一个复刻版的。它的纹片纹的很好玩，就是里面有一个很丑的人。对，很丑的人，你知道那个人很丑啊？有照镜子的感觉。有。对你来说，他脸比他狗还要好看。他的脸比你更好看，是啊。好，专业介绍。是 Will 的 AWS， 他原本有副交机的太长，我想把它开得很难看。然后他还有这个狙击镜头，原厂就有副超长。然后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很好玩，那就这样。很像水壶盖，是，因为它是防尘盖，虽然说平常不会这样玩。长这样，给各位稍微看一下，长这样有一条线的画面，两个，哇，丢过去，哇。它的狙击镜呢是3到9倍渲染，就是3倍到9倍，然后它可以转很好，跟刚刚那个雪球一样。然后它事实是它的这边物镜，不是显微镜，就是反正就是它的物镜这边可以那个，就是40，反正它就是40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40，我没有量过。然后这边这个托腮板是可以，这两个螺丝一样可以转好。可以这样就很好玩吗？然后他可以，他帮你把枪接长哎、欸。对啊，接钢丝。可是我碰到不一样，就是我脸没有那么大，没有那么小。对，然后他这边它是一把手动枪刃式的步枪，可以。它是一把空气枪，它跟你去超市应该不会，去杂货店。超市应该不会卖这种东西吧？就是你去一般书局啊，可能会买到。那种空气手枪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这比较大。数据会卖啊？好像会卖。有会吧？会吧？我可以说是哪一间？不可以，我们不能自助性评价。虽然说他常去，虽然说他已经帮那个品客自助性评价。好，继续接到你。那这个他弹夹在这边哦。他们原厂有两种弹，一种是长的，这种是长，然后有一种短的是塞在里面。那如果是短的话，你就看不出这边的弹夹。那个短的就20几发，我记得。然后汉堡有一只，啊，这一种是长的35发吧，那脚架非常的好玩，可以上下非常，还是这边也可以转哦，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对，超好玩，棒啊！这是我们的一个，它跟这个一样好玩，飞机哦，这个也很好玩哟，这一集我都很乱，啊，没关系，这是哦，卡到我了，那它这边。他脚架前面这边，他这边转，他这边可以伸缩，只要把这个，它是一种就是转的弯起，然后松紧调整，然后就可以抽插，我转左边，你拿我的手机要干嘛？你要丢我吗？汉堡拿起他的平板。然后准备往他的脸上。然后他这边有一个就是，哦，钱掉了，钱掉了，哦，在哪里捡了？那应该比钱还多。就是他有一个那个小面音管的转接器，不过面音管很长，像这样子，看起来比例不太多。现在各位到阳台来做一个试射的动作，那我们两位射到前面的就前面的空地那边。好，那就请我们过来来做一个卸下我的战旗。他说我的战旗，一颗一颗的，多起来。好，不用切，不用洗胸喷，就是里面可以装三水包括不带，我们现在大概有18次。视角好重哦，我这样手伸直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狙击镜。哎呀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十字线？有，要冷静的部分。对对对 ，OK。
那我就第一人称打给大家看一下。有看到子弹吗？相信应该没有看到。就算调慢，应该也看不到啊。哦哦，感觉好像漏了一声。你可能打到那个旁边那个铁皮，然后这个铁皮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试射部分就在这边结束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，也就聂老师，好，过上一面来试射，可以，真的可以，没有，试射，快，试射一下，很热闹，会啊，就射前面那一块，就是空地就好，看出去都要往那个，往前一点，没关系，就有一直走在，好重，对啊，我刚撑多久，就是现在是过上一面试射。好，赶快放低。看到那边有人在运动，我一定觉得我蛮奇怪，因为看得到。这里其实是我们家二楼，所以很近。对，不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按个喜欢。想看到更多关于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方按一个订阅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结束吧。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